我大概你说什么了？我爸死了以后，我每天提着脑袋替你们卖命。这3年来，我一直把孟卡当家业。我以为这一次你们能信得过我，结果呢？你们再这么搞下去，信不信我把你们都给点了？ 你觉得警方是怎么知道这次行动的？万某和阿坤一直在警方的视线里。姐，说。 带着浩东出来了，就在瓦林镇。咱们能不能见一面？啊，出来了。二亮，你听我说，看在咱俩以前的交情上，咱见个面，聊一聊。你确定屁股后面没有尾巴吗？ 接过来，倒是引火烧身吗？不见。那我们和他们就彻底掰了。早就掰了。之前于总是想给他们一点教训，生意嘛，还是要做。看看能不能趁这次机会，彻底把老安拉过来。二亮哥。 要不然我去探探风吧。如果他们安全的话，我把他们带过来；如果有警察跟，我随时通知你。就算我被警察逮到，我也能想办法出来。带着。 有情况，随时跟我联系。把万和他电话发给我。